大姐，你觉得姐夫会不会看这本书？不可能，你姐夫这么爱我，再说你姐夫的为人你是知道的，他是绝对不会瞅一眼的。别告诉你大姐啊！姐夫，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告诉大姐啊。书山有路勤为径，学海无涯苦作舟。你有什么事吗？没事别打扰我学习。大姐，你怎么能把姐夫一个人放那里呢？你这一走，他肯定站起来啊！放心，他不敢动。这样，你过来一下。姐夫，大姐又不在，赶紧起来啊！滚！你大姐不让我起来。但是隔壁小姐姐搬家，想让你帮忙。不去。可是她穿了黑丝啊。黑丝小姐姐呢？